棒的打者郑乃文开始打起。高国庆哦，被许志华的触身球打到，必须要开刀。那在这段期间呢，同一支队是让郑乃文上场来接替一垒的守备工作。郑乃文在昨天的比赛当中呢，表现不错，四个打数，两支安打，有一分的打点。不过近期来说，同一支队的打线呢，饱受伤兵的困扰。对，像是潘武雄、高国庆，甚至是杨森，杨森也还没办法上场。相对的哦，也给这些板凳比较少上场的选手有一些机会。国主审裁判还是拉弓箭的一出局。紧接着上场的打者呢，轮到是第八棒的王子松。回到休息室，还在跟队友在讨论。打击的王子松呢，昨天有上场来比赛啊，要出赛啊，两个打数，并没有安打，不过有一分打点，靠的是一支高飞牺牲打。郑乃文刚刚进去，我看他好像在跟他可以在聊嘛哈。他可以这时候应该给他一个很好的竞争，赶快适应主审的好球。挥棒落空，又是三球三振。滑球了哈，要让右打者小林的滑球要让右打者去追打他的坏球，势必要从外角稍微中间偏外角一点拐出去是最好的。又是好球，小林亮宽这个半局已经连投八个好球了，已经是接连三振掉两位打者了。接下来这个球十分的重要，连续三位打者如果都是三球三振的话，平纪录。这个球真的进了好球，带小林亮宽在二局上半用了九个球，演出了三次的三振，追平了中华职棒联盟的纪录，让同一支队在这个半局三上三下。这是小林亮宽在二局上半哦，连续三个球三振掉了郑乃文。那接下来则是要面对到王子松，杨东义的部分呢，也是连续三个球就把他 K 掉了。